Oh.
Amen.
Yeah.
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现场教学果冻花课程，日期3月26日星期日，时间下午2点到4点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00。